Daddy，我今天是到了10块钱，不过我还给那个人了。Good girl， 人家那个人也没跟你讲 thank you 啊。没有啦，他拉我的耳朵，我才把钱还给他的，他哪里会跟我讲 thank you？ 爸爸，如果地上有一张5块、30块，你会拿哪一张呢？当然是拿10块的咯。爸爸，你很笨了，你不会2张都拿。爸爸，为什么上个月那个人来跟你讨钱，你告诉他没有钱还他，这个月他又来跟你讨钱，你又说没有钱还他？哎呀，爸爸要守信用吗？爹地，今天我们在学校，老师叫我们捐钱。啊，那你没有跟他讲，你没有钱。我讲了，可是他说你有。爸爸，为什么人家的屋子这么大，我们的屋子却这么小？爸爸没有钱吗？那要怎么样才可以拿到大大的房子呢？你要好好用功读书，长大了就赚多多的钱，就可以住大大间的房子咯。那你为什么小时候不好好读书？